好啦，咁啊，继续介绍呢个 Star Wars 啦。咁啊，今次要介绍呢个 BARC Speeder Escape 啦。咁啊，就系呢个喺 Mandalorian 嘅呢个 Season 2定 3 啊，我唔知系已经 Season 2定 3 啦。总之就系讲翻呢个姑姑啦，以前细细个俾呢个 Jedi 吓营救嘅时候嗰个位啦，咁亦都有501嘅。空 tuber 啦，咁啊呢只 set 咧，呢个 minifigure 第一次出啦，同埋呢个 minifigure 咧系计呢个饰演呢个咁嘅 actor 咧，就喺呢个儿童节目就系做一个 Jedi 啦吓，喺个 Disney 嘅一个儿童节目做一个 Jedi 咧，就系去凑嗰啲咁嘅细路仔啦，咁啊而且佢亦都系呢个 voice actor 咧喺呢个渣渣入边，咁啊。我睇呢條片出嘅時候，即係我呢個 set 出嘅時候咧，啱啱好咧有新聞咧，就係呢個 Jar Jar 邊咧，就喺呢個LEGO Star Wars 入邊咧，就會出一個叫做 Dark Jar Jar 邊啊嚇，咁啊係一個影集嚟嘅，好似係，咁啊係咯，咁啊好期待啦，咁啊呢個已經係佢第一，就係呢個好靚啦，有紅有綠色同埋黃藍色激光劍啦，呢個角色嚇，咁啊亦都有個袍啦，咁啊首先我哋講咗佢個面說明書先啦，佢好細個，好細本，因為佢啲嘢唔包唔係好多啦，同埋呢個係個 battle pack 咁嘅款啦，咁亦都嚟緊會出好多 battle pack 嘅，所以我都唔知啊，六月份應該會買一堆啩，臨走之前，咁啊希望就介紹埋啦，咁但係我應該冇錢啦已經有，咁啊佢包嘢咧就其實就非常之少啊，我話，咁啊佢有呢個 speeder 啦，咁啊佢一個咁嘅 speeder 啦。就是这样，那上面有得飞的，那也有一个位置可以给他坐啦，另外这个位置呢就可以放这个姑姑的这个婴儿仓啦，其实他可以拔了这个位置然后就可以塞进去的，就是这样款，或者就是放在中间就当他悬浮这样走咯，另外他就放这支灯啦，其实很多人都很不喜欢啦，不知道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说笑还是不说笑，但是个人觉得这个灯是做得挺不错的，就是很有这个星电的这个灯的这样款，后面这个我自己加的，因为他多了一件，原本他这个都做得挺不错的，放在这个边位呢是 挺有 feel 的，同埋我都希望他真的出这个星电，虽然我现在没钱，他出来都没用，我都没钱买，所以是咯，但是都是很希望可以出下啦。另外就要讲个 minifigure 啦，咁佢就包呢个501嘅 Stormtrooper 啦。咁佢有两只嘅，咁大家一样我就唔特登攞另一只，因为另一只我攞晒去，我就攞去摆晒去呢个呢个咩AAT 入边啦。咁有晒我而家有嘅呢边买咗嘅呢个咁嘅空 tuber 啦，咁啊你都見到啦，佢呢一隻咧，佢只係比起阿蘇卡一個咧，就換咗個帽嘅啫，個帽唔同咗嚇，個頂帽唔同咗，個頭盔唔同咗啫，都冇特別嘢好講，係嘛就係咁。咁另外呢個咧就係呢個角色我都幾唔中意佢啦嚇，咁啊佢有兩支激光劍啊，好爆炮啦，英雄主義啦，咁亦都係比起呢個呢個雲道大師嚟講咧，其實件衫咧就好似嘅。咁但係其實又係唔同嘅印刷嚟嘅，咁啊唔係話一樣嘅，其實都有唔同嘅，下身可能係一樣啦，但其實都有啲唔同喎，下身都，啊唔係下身係一樣，唔係喎差唔多，但係有啲少少唔同嘅分別啦。咁啊呢個作為呢、這個最普通嘅呢個 Jedi 嘅呢個設計嘅話咧，係幾唔錯。咁另外都可以攞翻呢一個啊，呢、這個就係、是。這個就是另一個啦，這個就是 Obi-Wan 的師傅啦，那一套啦，咁你又見到佢你穿出嚟咧，又係有唔同少少嘅，即三隻呢個 Jedi 大師嘅呢個衫係唔同，係啦，就咁咯。好，呢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介紹呢一隻 set 啦，呢一個人嘅嗰個 set 啦，拜拜。